一头波浪长卷发，深红色唇妆，加上招牌的小背心和超短热裤，韩国性感小野马泫雅露胸又露腿，受自己个人身份出席2015亚洲音乐大奖，也凭着惹火的舞姿夺下最佳单人舞蹈表演奖。泫雅下午出席妈妈记者会时，穿着黑色高领包肉粽连身裙亮相，但这位性感尤物却被发现下巴和脖子连成一体，脸部细胶味浓厚，整整肿了一大圈。不少粉丝替偶像叫屈，认为只是因工作忙碌导致水肿。而到了晚上典礼现场，泫雅立刻以性感之姿回归，在舞台上使出浑身解数表演，趴在地上不停地磨蹭，上下抖动臀部，引起粉丝阵阵尖叫，直呼小野马回来了。耶稣留学中心特别报道。